啊、哦，刚才梦见好像是我医学院的时候有同事，他们那个本来是我们同宿舍的啊，他好像那个没住在宿舍里面，我找他去，他那个宿舍空在那，然后呢，不知再走走以后，不知打一个什么球啊，这么大的一个白色的球。好像他碰我什么之类的，但打出去以后掉到了一个什么夹层里边，哎呀，去偷啊，你怎么也偷不见啊，非要爬到楼上，要往下偷，啊，还有什么一些东西，反正那个那玩意还钻天拱地的啊，钻天拱地的，你要偷起来，挺难偷的啊，挺难偷的啊，看到天上一个球啊，又有个球啊。哎，消失不见了，又有个球啊，好像被人家拿掉似的。哦，又有个球啊，又有个球啊，啊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外星人是在投影上出来的，哎，投影上出来的球啊，现在好多全世界各地都看到了，那个人家当真了，当以为是真的有这样的球出现。哎呀，他们纷纷的猜呀，这有可能是飞碟，也有可能是什么那个星链啊。现在啊，好多人就抬头看天了啊，被那个抬头看天了，被那个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这个消息传出去了啊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这个消息传出去了，传出去了啊，传了出去以后，现在人家慢慢的要传了出去了啊，人家慢慢的，哎呦。好奇了啊，很多人就会看见，看见了一个，就会看到那个那种神奇的迹象啊，然后慢慢在天空就要播那些广告了啊，播那个正片了啊，现在是广告片，先把人吸引到天上看天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嗯。